他自己的，这不是镜子，但是在屏幕上不一样。嗯，看这个小花，爱灌水，呀呀呀！嗯，是你吗 ？Hello， 抓到一个妞妞。Hello， 他已经快进入梦乡了。大家都很困，听说今天会有很厉害的事情哦，好像有两个嘉宾，然后要我们猜。对，我们昨天呢也拍完寝室，还选了 C 位，有看头了各位。哇，你看这个水晶灯，看到吗？这些灯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就是把我们弄得那么漂亮的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大家脸都滑滑，自带滤镜。好，奶奶跟大家拜拜，拜拜。